我们将立法院挑灯夜战三读通过的会计法修正案哦，原本适用对象应该要是各大专院校的教职员，但是通过的条文却是各大专院校职员，而且依大学法规定哦，教授并不算职员，因此一字之差，教授就不在除罪化的范围里。对于这个情形，主计总处是表示说，目前没有明确的因应办法，而法界人士则是认为，这恐怕会造成另一场司法灾难。